们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也是满心的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你也是来看顾我们的神，主你愿意降卑为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感谢主，主耶稣，当你在地上最后的时候，你带领你的门徒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你在那里问门徒一个问题，你问门徒说，众人说我是谁？有些人说是以利亚，有些人说是先知的一位，而彼得却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基督，你是救赎我们的主，你是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的神。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是把你当作基督，你是救赎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主改变，愿意完全的顺服你，仰望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诗歌《普天颂赞》第61首，61首，太初真道居人间。
会众请坐。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29。马太福音25:29，在圣经的45页。马太福音第25:29，翻到之后由我来读。因为那已经有的，要给他更多，让他丰富有余；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要夺去。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思想神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启示，能够更深的、更多的认识你。主，你是恩赐我们的神，你是赐给我们一切丰富、一切恩赐、一切财富的神。当我们在地上做你恩赐的管家、你金钱的管家，主，这是你的心意，是讨你所喜悦的。帮助我们正是成为一个忠心的、良善的管家啊，让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时间能够管理你所托付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正是善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得到更多的福气，你就加添给我们更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来到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他。在报告之前，想要先认识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若是你是第一次来到华人堂的弟兄姐妹或是贵宾，可不可以在你的位置上面站起来，让我们能够欢迎你？有没有在我后面有一位，我们欢迎。好，还有没有？请坐，请坐。好，那请新朋友能够花点时间把你的名字跟你的联络方式写在留名卡上，待会收奉献的时候可以把留名卡摆在奉献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起立，彼此的握手问安。
众请坐。接下来有几件事情的报告，请翻开周报的第三页。2016年度的全教会预算已经出来了，列在上面。那下个周日我们会开堂议会。在12月份的时候会有联合的主日学在第四页的地方。我们这次请到华神的胡维华老师来主讲路德记，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参加。总共有三次，12月6号、13号跟27号。在第七页，我们感谢主圣诞的佳节快要来，我们有许多圣诞节的活动，特别印在第八页的上面，有许多的活动。那我想也是很好的机会，能够请亲朋好友来到教会当中，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福音。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借此机会跟家人传福音。那在第七页的地方，我们在平安夜的时候会有一个话剧。那特别现在我们需要有舞者，还有服装的统筹的同工。如果你是有负担的话，请跟李念良老师还有梁文怡来联络。好，那报告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来唱诗歌。我们来唱周报的第二页，计算恩典。You're
奉献是所有基督徒的特权，也是神儿女对上帝爱的回应。接下来我们就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新朋友可以把留名卡放在奉献袋里，谢谢。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无论是在灵里上面的需要，或是在物质上面的需要，你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摆在你的脚前，求主悦纳，也真是教导我们有一个忠心管家的心，让我们真是愿意把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够好好的管理，用在主你的事工上面，这是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为着在巴黎的这恐怖分子的攻击，我们向主来祈求，求主来安慰所有受难的家人的心，求主在这世界上来彰显你的公义。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平安，可是在主的里面我们却有真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赞美你的名，因为你是何其的伟大。看到你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就知道你是何等伟大的神。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晚上，我们抬起头看到天上的日月星辰，这么浩瀚的宇宙，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你是何等伟大的神。当我们越研究人的身体是何等的精密、不可思议，我们就知道主你是何等有智慧的上帝。你是这样子的伟大，这样子的有智慧，可是你也是谦卑的神。主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缘故，你来救赎我们，你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如此伟大的上帝，又如此谦卑的上帝，我们真的是要来唱哈利路亚，赞美你。愿一切的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请到今天的特别讲员。我们今天特别的讲员是胡维华牧师，他目前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担任教务中心的主任，教导旧约，他是旧约的副教授。胡老师他是李耀宾牧师喜欢最喜欢其中的一位牧者，那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那我也就不多说。不过若你是想要更多的认识他的话，你可以在下个月12月份我们会有联合的主日学，那我们是邀请胡老师来为我们主讲路德记。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胡老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华神来向淮安堂的弟兄姐妹问安。我们常常跟教会借用这里的场地举办华神很多的庆典，非常谢谢各位的包容。这是岁末年终的季节，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有很多的数算。我们数算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有哪一些得失，哪一些成就，值得感恩的事。在这些数算当中，我想大概也帮助我们可以从比较经济、比较数字或者数算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谈的题目叫做神国的经济学。什么是经济学呢？如果各位翻一翻你的字典、百科全书等等，你会发现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产品或者是服务，它的生产、它的消费、它的分配等等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一门非常专门的学问啊，所以很多人说在社会学当中的精英大概都在这个领域里头。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只能够比较简单粗浅的来看看一些经济学里头时常讨论的问题，也许跟我们生活相当切身相关的，我们不见得自己做，但我们大概也听过多多少少有一些概念，就是借贷。生命记23:19-20，经文说，你借给你弟兄的，不管是钱财或者是粮食，都不可以拿利息，除非你把它借给外邦人。以色列人把这些财货借给外邦人的时候可以拿利息，但是对于自己弟兄邻舍不可以。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当他们这样遵守的时候，神会在迦南地上使他们以及他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
蒙神赐福。这也许是弟兄姐妹相当熟悉的经文之一，因为熟悉，所以我们读起来已经不太有感觉。虽然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头，零利率不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所以我想跟各位试着从比较大的环境，在古代近东，从历史、从文献、从考古来看，这样子的律法规范在当时它会产生的意义跟影响。我们手上有的中东最古老的法典，是主前2000年左右的一份不知名的法典，大概因为年代太久远，所以非常的断简残篇。里头的第13条的条文，第 M 条的条文，说到谷物，你借粮食利率是33%。弟兄姐妹，每一滴米饭都非常辛苦啊，33%的利率。如果你借钱呢，经营的利率是20%，比我们今天大概所有的高利贷都还要高一点，不是吗？为什么会谷物的利息高于经营呢？大概在那个远古的时代，经营发行单位，不管是钱庄或甚至是政府，都不太有公信力，大家对于那个材质到底有多纯等等有很多的疑虑。另外一个可能呢，也是财货的流通不是那么的顺畅，造成很多时候你有钱可是买不到东西。如果是这样，那要钱做什么呢？谷物很可能因为它不容易生产，也不容易保存，相当的稀有，特别是在饥荒在战乱的时候，粮食是所有人生命维持的必须，所以它的利息呢当然就非常非常的高。在经过了100-200年之后，有另外一份的法典，我们称它为 Eshnunna， 大概是主前1770年左右的法典。在这份法典里头，谷物的借贷利息仍然是33%，经营仍然是20%，没有因为经过100-200年的进步，让这个利息呢有一点降低。说不定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经过了100-200年，这个利息仍然是这么的高，说不定也告诉我们，不管是那不知名的法典，或是这一份 Eshnunna， 立法的人大概不会是平民百姓，不是吗？如果是平民百姓，我猜那个利率应该会低非常非常的多，是因为有钱可以借给人家的，大概也是有权的人。这些人很可能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不得不把钱财外借，不然他大概也不容易生存或者生活，他大概底下有很多的仆人，男男女女需要靠借贷向主人借贷来维系他们的生活，不得已必须要外借，但是呢也害怕血本无归，所以希望靠着平常所能够得到的利息多多少少减少一点损失，这大概也是利息一直都非常高的原因。在 Eshnunna 的法里头，虽然你看见利息一样，不过立法的人呢显然变聪明了，因为他们开始规范，如果当初借贷的是粮食是谷物，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把粮食拿来去转换成金银或者其他东西，到了归还到了算利息的时候，要回到谷物的利息，一定是有人借了谷物可是却要用金银的利息来还，所以造成了立法上面的一些改变。同样的，这里也规定，如果借贷的是金银，最后在归还的时候用金银的利息来计算。再往下，另外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王，是我们大家读书的时候都曾经听过的汉谟拉比王。这位王统治的版图非常非常的大，在地图上面整个绿色的区域，那是两河流域最精华的地带，都在汉谟拉比统治的范围之内。
汉谟拉比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留下了这一份汉谟拉比法典，这大概像一个人这么高的一个石碑，前后两面都刻着律法的条文，在这里头规范借谷物的利息仍然是33%，借金银的利息仍然是20%。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谷物和金银的转换，到了汉谟拉比王又有一些新的改变。他说，任何人你不愿意按照谷物就是谷物的利息，粮食就是粮食的利息，不管你中间怎么转换，不管你最后你怎么样子的来还，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还，你只要在这当中企图混淆上下其手的人，你都会丧失你的债权，血本无归。汉谟拉比之后，在近东的历史和考古上面比较有名的是亚述帝国。各位会发现这个绿色的区域变得更加的庞大可观，新亚述帝国统治的区域横跨了非洲一直到中东。在这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之内，它的利息又是怎么回事呢？你可以看到，从主前1100年到主前800年，借金银的利率可以从12.5%到50%，谷物的利息低的时候只有20%，高的时候是100%。这么庞大的地区，显然会有区域性的差别，有的地方可能丰收，另外的地方可能饥荒。300年的历史也会造成这个国家有强盛的时候，有衰微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利率呢就跟着这个国家的国势或者经济的状况而有很大的震动跟改变。在那个50%或者100%利率的时候，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是民不聊生，你只要借了一次，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利率的高对于在社会阶层底层的这些百姓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当他们必须要承受这么高的利率，最后没有办法翻身的时候，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努济这个城邦说不定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其实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地区和城市，可是它历史只有100年左右，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经营的借贷利息是我们看见空前的高，即使是古近东的标准，50%的利息。当这些人借了一次，没有办法翻身之后，就会铤而走险，就会起来有暴动、有叛乱、行刺等等。努济其实是一个相当商业化的城市，可是呢，它的繁荣的商业没有办法维持，因为社会上面的动荡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可以看到稍微好一点的例子是各位可以看到的新巴比伦帝国，主前590到500年，这是我们看到第一次金银和谷物借贷的利息打平，都是20%。会有一样的利率，大概代表着以下的几件事。第一个呢，是大家开始对钱庄或者是政府发行的货币开始有相当的信心了。经过了上千年的进步和发展，古近东地区终于到了一个状况，是政府发行的财货货币现在得到民间的信任，大概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也到达一定稳定的程度，所以手中有钱大部分的时候可以在新巴比伦帝国里头买到你想买的东西，所以金银的地位提升，相对粮食谷物的重要性也就降低了。在整个古近东前后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里头，我们只有看过一个例子，圣经以外的只有这一个例子，是人和人中间借贷不取利息的。
在哪里呢？这是亚述时期的 Cappadocia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文献上面显示，如果你的财富相当的庞大，你的经营的商业相当的稳定，你呢花很大的一笔入会费，可以加入这个商社，成为其中的一员。一旦你成为这商社里头的一份子，商社里头的会员彼此之间的借贷是不取利息的。对他们来说，对做生意的人来说，要周转那几乎是常有，如果不是天天的话，是非常非常常有的事。当他需要资金的周转，他第一个会借贷的对象一定是这商社里头的人。对他们来说，我从你身上赚一点利息，你过两天再从我身上赚一点利息，实在是不合逻辑。为什么让我们这些人彼此剥皮呢？我们真正要做生意要获利的对象是外面的人，我们在这个商社里头常常需要彼此互助合作，这是一个互利共生的社团，不是吗？对他们彼此来说，这些人也都有一定的实力、身份、地位、财富，所以不取利息的借贷对他们来说不会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看了这么多的这些例子之后，你再回头想，在生命记里头所规范的以色列人不是特别有钱，商社、狮子会啦、福伦社啦，这些人他们彼此的借贷才不取利息，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之间有人需要周转，有人生活有困难，任何的借贷按照律法的规范都不取利息。你想想看，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律法有多么的特别，他们怎么样子可以彼此互相的信任？难道以色列人借了钱以后就一定会归还吗？难道不会有人跑掉吗？我猜一定有的，每个社会都有。所以也许在那个彼此互相的信任或帮助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神的信心。好像刚刚我们从经文里头看到的，神说，你若这样做，我必使你在你所要进去得地为业的土地上大大蒙福，你和你所办的事都蒙神赐福。借贷不取利息对我们来说也许非常的厉害，值得佩服。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也许可以再来看看更让人惊讶的例子，就是豁免。在生命记第十五章一到六节，圣经经文告诉我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是，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以向邻舍或者弟兄来追讨，因为这是神的豁免年。除非他是借给外人的，不然呢，通通都要松手豁免。经文再一次的强调，如果以色列人留意听从神的话，谨守遵行，在他们当中会没有穷人，因为神要大大的赐福给你，神要按着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你，使你可以借给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都不是以色列人，是外国人。以色列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在那弹丸之地上面，但是他们要经历神非常非常大的赐福，在大的国家都不可能管辖他们，以色列却要成为他们的主。神是乐意赐给以色列人福气的神，从出埃及到进迦南，这是他每一个人的见证，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家庭的家族故事。神让他们从这一些数算当中，他们需要肯定，他们需要确认，他们需要知道这一位神是一个慷慨的神，是一个对他们毫不吝啬的神，是一个乐意大大赐福的神。可是各位，不是单单的认识神是这样子的神而已，神告诉以色列人，
因为这样子的经历，因为这样的认识之后，他们就要如此彼此相待，在你我的对待上面见证神的确大大的赐福。因为神过去的赐福，让他们可以今天有信心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事，然后在今天所做的事情上面等候神将来更大的赐福豁免。非常厉害的观念。古近东有没有类似的呢？有一位王叫做阿米萨杜卡，他曾经颁布了一个行政的命令，在其中第十八条的条文说到，当王宣告豁免的时候，被卖为奴的，不管是他自身或者是他妻子儿女，通通都可以得自由。换句话说，古近东也有豁免。在这个行政命令里头，我们看到的比较是人身的自由，其他的文献显示豁免的内涵包括财务抵押，财务的归还，包括债务的取消，和以色列人的豁免年或者是禧年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做法和观念。这样子的豁免在古近东的历史上面，我们所看到最大多数的例子是新王登基即位做王的时候，他可以宣告豁免。为什么选在新王登基呢？对王来说，他为什么要颁布一个这样子的命令呢？对他来说，当他颁布这样命令的时候，他得罪谁呢？其实得罪最多的一定是他周围的这些权贵，这些大臣，这些人不但有权而且有势，当然也有相当的财富。为什么新王在登基即位，在他权位最不稳固的时候，却敢冒险得罪他周围这些最重要的人呢？我们大概可以理解，新王希望可以在登基即位的时候立下一个勤政爱民的形象，这对于国内的政治稳定来说，对他往后做王的效率来说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刚提到那些周围的大臣，这些牺牲的人呢，他们为什么愿意？我猜大概有几个理由。第一个，他们平常拿 33%、20% 的利息，他们也真的拿了非常多，所以这偶尔一次的牺牲对他们来讲不算什么。另外呢，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新王，你把他杀了废了换另外一个王，那这样子的政治上面的倾压或者是政变，难道就会带来比较稳定的政治或者是比较繁荣的经济吗？对这些人来说，虽然有财务上面的损失，但是给王一点面子，大概也让王会更相当程度的尊重他们。其实在一边给一边得的情况之下，长远来说不是坏事。新王继位登基宣告豁免，好像中国古代的皇帝的大赦天下一样，也许所有人都在这当中得了一些利益。可是如果有一个王，他非常成功，他又非常健康，他一做王做了非常非常久，那怎么办呢？如果那段时间仍然有天灾人祸，对于那些在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小老百姓来说，如果他因为经商失败，如果他又因为天后的不配合，那一年的农作欠收，他开始借贷，然后被那个利息压得喘不过气来，问题是在位置上面那位王，他又一直非常健康，那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人铤而走险？会不会有人制造一些意外事故等等，好让下一个新王可以提前登基？学者们推测，这是为什么在古近东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之下，不是新王登基继位，是原来在位的王，而且几乎都是在位相当时间，或者国内的情况允许，王呢会再一次的宣告豁免。
我们看到一些例子，比如说在巴比伦地区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叫做拉萨，曾经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王叫 Rimsin， 他在他做王的第26年、35年和41年，都曾经各宣告过一次豁免。也有一些其他的王在他做王第8年、第9年的时候宣告豁免。哈摩拉比王呢，是第1年、第12年、第20年以及第31或32，曾经宣告豁免。他们都希望在那个位置上面长久，他们不希望有人因为个人际遇的不顺利铤而走险，造成他们的生命提早结束。所以呢，王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宣告豁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看，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古今东的那个大环境以及以色列的状况，在有关豁免的部分，他们有哪一些相同或差异的地方。论相同，不管是圣经里头的这一群以色列的，或者是古今东各个国家，从巴比伦到亚述到迦南，大家都有注意到需要照顾那些在经济上面遭遇困难的人，你都不理他，不愿意施舍，不愿意怜悯，不愿意豁免，只会让这一些人成为社会动乱的来源。可是在实际的做法上面却有相当的差异。中东法律里头的豁免非常强调，刻意的宣导，那个篇幅是长而又长，谈到王的慈悲，王的怜悯，因为其实真正最担心的人大概也是他。圣经里头的律法，我们刚刚所读的，我们都知道这是神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可是却没有刻意强调神或者摩西在这其中的角色，反而是告诉以色列人，你需要这样做，你需要对神有信心，你需要顾念彼此的需要。这个立法的用意是要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另外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是定期的，另外一个呢是不可预测的。以色列人的豁免年是定期可以预测的，总统这些没有人知道新王什么时候会登基继位，没有人知道在位的这个老王他是第10年、第20年、35、40，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可以宣告，他也可以不宣告，完全不可预测。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哪一个容易啊？实际上做起来哪一个容易？是定期的在社会当中容易施行、容易操作，还是不可预测的？您觉得呢？这个语言文字有点吊诡哈，通常讲定期，大家就觉得它比较容易，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哈，如果它定期，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知道豁免年离今天还有多久，对不对？我们假设2016年是豁免年，现在已经是2015年的11月底喽。如果今天聚会完之后，有人跑来跟你借钱，然后按照圣经法律的规范，到了明年1月1号就得宣告豁免，请问你借还是不借啊？我常常在想，如果是定期的操作，说不定到了2015年11月开始，我们所有人都不接电话了，对不对？万一接电话是来借钱怎么办？说不定到了2015年1月1号开始，因为这是第6年了，明年就是豁免年，说不定我们第6年之后都不该出门呢。万一在路上碰见了，这个人问你借钱，律法里头讲得很清楚，那怎么办呢？你猜定期的容易操作，还是不可预测的容易操作？不可预测，因为那老王就病死了嘛，那怎么办呢？所以大家就摸着鼻子，认赔了事了吧。或者老王过世了，然后呢，你突然之间就无债务，
一身轻，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不可预测，所以社会当中需要调试的，其实应该还好，不是吗？是定期的，是可以预测的。我猜我们每一个人都心里头开始计算，今天离豁免年还有多久啊？会不会第三年、第四年一过，进入第五年、第六年开始，我们大家就互相不再闻问，减少出门才是最好保本的方式呢？定期的其实很难，不是吗？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申命记》第十五章这样说：在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头，不管你在哪里，你的弟兄当中有一个穷人，你要小心，你不可以忍心不帮补他，你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小心哦，你不要心里头计算说，哎呀，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所以呢，你害怕你借出去的钱像是肉包子打狗啊，你不给他，当他因为这个缘故求告神的时候，罪就归给你了。经文讲得非常清楚，第十节说你总要给他，不但给他，给他的时候呢，心里不可愁烦，因为你知道你今天所站的这块地方，你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你的，是你的神将你从埃及带出来，领你进迦南。你并没有特别的好，你也没有特别的爱主，没有特别的有信心相信神，可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土地，都得到财物，都得到无尽的恩典，是神给你的。所以呢，你不可愁烦，因为神的确赐福给你了。弟兄姐妹，你看见在以色列当中，他们不但经历恩典，他们需要因为所经历的恩典，他们对神有深刻的认识，并且产生坚定的信心和盼望。这个信心和盼望要反映在他们彼此的对待上面，好像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像给他们福气和恩典的神一样大方，一样慷慨，一样充满恩慈怜悯，不是吗？如果我们觉得这些法非常稀奇，那你应该再看看其他的法。《申命记》二十章规范以色列人在碰到战争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征兵。这里说，当他们遇见要征战的时候，不要害怕。其实以色列是个小国，埃及、迦南、北边的亚兰、亚述，更远的巴比伦都是大国，可是经文勉励以色列人不要害怕。在不要害怕之后呢，第五节开始说，官长要对这一些被征召来要去打仗的百姓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翻成我们今天的白话文就是，如果你有订了预售屋还没有交屋，各位不用打仗，可以回家。第六节说，谁种葡萄园还没有结果子，还没有享受到你劳力付出应当有的享受和收成，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回家。经文说，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人生好大的悲哀啊，你种了一棵葡萄树竟然没有吃到自己的葡萄果耶，回家去吧。用我们今天话讲，我猜大概可以翻译成，如果你投资了一只股票结果还没有获利啊，应该回家。第七节说，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如果你还在交朋友的阶段，有男女朋友，他说如果你还没有迎娶，你还没有享受到在你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有很多欢乐的事，开心的事，有成就的事，可是呢，你还没有跟你亲爱的人可以一起分享，或者你的一天有很多的忧愁、悲伤、挫折，你还没有办法跟你所爱的人一起分担。如果是这样，你的人生在这里终结，实在是太大的遗憾。
生命是神宝贵的礼物，它比你现在所有的要好太多。我们没有人可以站在这里看着你的生命终结在这么充满遗憾的情况之下，所以呢，你回家。弟兄姐妹，如果以上的三个条件你都还不符合，那就麻烦你读第八节了。官长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你可以不需要有男女朋友，有买股票或者是预售屋，你只要惧怕胆怯就回家。这律法说，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经历神这么大的恩典，到了战争的时候，你人生充满的结果只是惧怕胆怯，你的人生不够完美，不该结束，所以你应该回家。我常在想，如果是我们今天的台湾社会，到了第八节结尾之后，可能就没有人留在那里了，对，所有人都回家了。第九节，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如果是我们的状况，可能就不用派军长了，因为没有兵了。可是在以色列的状况，却应该是有相当多的人留在那里，告诉其他人说，我的人生非常非常的完美，神让我的人生完美无缺，所以这个可能丧命的事，我去就好，你回家吧。你有发现律法里头所呈现的世界，在感恩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为彼此的好处和幸福连命都可以不要，不是利息而已，不是本金，是命都可以给你。到了新约的时代，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教会属灵的权柄有多大吗？单就这一点，我们比旧约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还要蒙福，不是吗？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小气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个严苛的法官，他不像我，如果是我来写这段经文，我就会告诉你说，你需要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你每个礼拜应该要禁食一次，你应该礼拜天准时到教会聚会，聚完会之后懂得关心周围的弟兄姐妹，要十一奉献，一年要读经一遍，要记得传福音，一年带十个人信主，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会考虑，也许你可以得救。这是我们的价值观，不是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服侍神给我们的权柄之外，就我们的生命而言，神多慷慨，神说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这是一个非常大气的神，但愿我们的生命不会因此而让他觉得难堪。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二十九节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有和没有，有什么呢？你有感恩的心吗？你的感恩的心有没有让你认识你的神真的是一位充满恩慈怜悯、对你慷慨无比的神？这样的认识有没有让你越来越像他，对其他的人多一点恩慈、多一点怜悯、多一点愿意牺牲、彼此相顾呢？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主，谢谢你用重价买赎了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又在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日子，不管多么平凡，你给我们的都是不平凡的恩典。求主让我们从心里头被恩典感动，被恩典转化，被恩典更新，好让我们认识
你真的是一位慷慨大方的神，也因此我们懂得效法你，懂得尊重你，在彼此相待，在我们的邻舍，在弟兄姐妹身上，主让我们愿意多走一里路，让我们愿意承受牺牲，宁愿吃亏，甚至把命都赔上。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普天颂赞》722首，722首，我们唱到第三节的时候，一起起立。之后，请胡牧师为我们祝福。Thank you.
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默祷之后散会。